看这题选啥，留言区告诉我，同学们，咱们来议论一下。说 Mrs. Green 格林夫人 is 代表的现在时，现在正在什么，好，剩下这些选项一会儿咱们再说。然后 her purse 叫她的钱包，这种钱包一般是指女士钱包，就是格林女士夫人正在怎么着她的钱包， but she can't 什么 it， 但她不能够怎么着她。好， ABC 四个选项全是关于什么找东西有关的， look for 叫寻找， find 也叫寻找和发现。那么他们的使用上有什么有本质上区别？ look for 是个动词短语，它所强调找是找的动作，就是我正在干啥，我正在找啥，我正在找个兔子，找个流浪猫，找，但是我找着没找着呢，这个结果我们一般是用 find来强调的。所以说你看同学们，咱们这话说到这儿，你说这格林女士是正在找她的钱包，但是结果呢她是没有，是吧，她目前还是没有找到她呢，你说这留言区选项是啥？